师姐，吼，真欢喜，大家拢伫遮看到你咧。我去做环保做了回来吼，敢那腰嘛较袂酸，啊，身体嘛敢那加较好，抵抗力啥拢较好。我本来吼，伫厝诶，以前就做爱煮菜，所以成立这个环保站吼，我就是讲，安尼我来学煮素食，感觉吼，遐个老婆婿吼，有诶较有年纪啊，吼啊，咱个家煮哦，较暖一丝，啊，因着喙齿吼无害赢安尼。秀子师姐真的是把环保站当成她第二个家。啊，伊讲吼，无啊，啊，这灶坑吼，啊，佛堂啊，拢爱摒扫啊。哦，我当下真的很感动哎，吼，我刚刚讲哦，真的很钦佩，啊，也很汗颜呐。伊就讲这环保站吼，啊，敢那迄汤口安尼赶快，啊，口干安尼安烂烂。秀子师姐真的是吼，值得敬佩的这个长辈啦。作为志工，就是医疗志工，做了上快乐，就是感觉讲，哎，啊，咱身体好好嘞，哦，都唔免好麻烦，对不？啊，佫会去讲服务，安尼日子唔是做好过，我是想你心内尔啦，就讲，嗯，我若欠有钱哦，我嘛来捐拢多。师傅都来云林吼，我就提亲手交师傅啊。啊，师傅嘛安尼甲我问讲，哈，这你的西客哦，啊，你敢哦？我讲敢啊，好师傅做好事啊。啊，我扛着嘛是一个树木尔，对不？啊，师傅提去做好事，安尼我顶多足欢喜的。秀珠师姐吼，这十几年来哦，安尼因囝给伊的所费，伊就安尼勤勤俭俭吼，安尼累积起来。啊，今年伊终于会当圆满伊的心愿吼。但一般的老人吼，身躯变老之后，感觉较有安全感。啊，可是伊会当南下林下吼，真正值得咱家学习个赞叹。